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新。那我现在呢是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景洪市的酒店里。今天呢是4月15日，也就是咱们西双版纳这边泼水节，正式开始泼水大狂欢的日子。今天呢，我也将以沉浸式的视角啊，我会去到，所有的游客和这个民众的中间，然后带大家去领略沉浸式的泼水，然后感受一下泼天的快乐，在这个泼水广场呢，做一个今天最潮的人。我现在呢正在景洪市的泼水广场，然后我们通过镜头呢可以看到，池子里面已经装满了水，这些就是一会儿的弹药，弹药已经充满了，然后一会儿就开始战斗。